我们再继续来看，讲到这个或有爱种，永以精，就是说所谓的圣者，他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他决定会出生死轮回。那佛法最主要的就是不再受苦，那苦的根源就是有生死。那所以你所谓的离苦灭苦之道，就是佛法，就是灭生死的苦。因为有生有死，就有老有病，有怨憎会，有爱别离，有求不得，有种种的苦啊。那这些苦的根源，基本上是我见跟我爱啊。那有我见啊，基本上叫做无明升起我爱，有我见我爱而造生死的业，有业。有业，这个我见我爱是最主要的烦恼啊。那烦恼如果裂开来就非常多，那浓缩起来就是两个，叫做我见我爱。那根本是我见，根本是我见啊。那造业，造业主要是因为我爱，但是我爱是由我见来啊，主要是这样。好，那我们先来讲这个爱啊，或有爱，或有爱种，永以精啊。基本上爱有。如果依《阿含经》来讲，爱分三种，就是爱比比喜乐爱，喜贪俱喜爱，基本上分这三种。那详细分可以分四种，分四种，一般来简单分两种，叫做自体爱跟境界爱，那我们又叫做我爱我所爱，我所爱，等一下再来讲我所，我所有几种说法。那一般把这个叫做我爱，这个叫做我所爱，好，那我爱这个自体爱里面又分所谓的这个我是现在的我，未来的我，现在的我我们把它叫我爱，未来的我叫做后有爱，就后有，就我有现在的我，未来的我，那么满足于自身的五蕴，现存的身心的五蕴，现在的身心五蕴，这个是我爱。那么渴求永续的生命，希望未来我是怎样的存在，我是怎样存在，这种叫做后有爱，那这个合起来，我们把它叫做自体爱，就是对五蕴身心的执取的贪爱。好，那么由这个自体爱就会有境界爱，由我爱就会有我所爱，由我爱就会有我所爱。我爱我自己，所以我爱我的父母，我爱我的子女，我爱我的国家，我爱我的民族，那当然你也可以说我爱我的身体那么基本上，它境界爱里面又分喜贪俱喜爱跟比比喜乐爱，这个就是对于已经有的执取而不舍，这个是喜贪俱喜，就现在拥有的境界。这个是现在拥有的自身，这个是未来的，未来想拥有的，那么这个是现在有的境界，已有的好的它不舍那么未有的你想要有的那么心求这个叫比比喜乐爱。好，那所谓的爱主要就是分这几种，那这里所谓的后有爱种最重要的就是他把对，如果讲断，那么后有爱断，那个是阿罗汉才能断，阿罗汉把后有爱断掉了，不受后有。但初果、二果、三果，他虽然还有后有，但是他的根已经断，他根断了，但是他还没有真正断尽，但是它一定会断。所以从这里来讲，学跟无学，或有爱种，就是生死的根本，生死的根本都已经断了，这个叫做生死根本已断了。生死根本断跟断生死不一样，断生死是阿罗汉不受后有叫断生死，那生死根本断就是我见已经断了，主要是我见断，我见正出果就断我见，正出果就断我见，
那么我见断，生死决定会断，还没断，但决定会断。那么正三果会把我爱，就是欲贪先断掉。那么色贪无色贪还没断啊，这我们稍微讲一下，先把这个讲完啊，就是说这自体爱、境界爱好，因为这个后有爱断的是阿罗汉才能断的。但是他这里不是说断后有爱，而是断生死的根本后有啊，就是断生死的根本。先讲这个好啊。一般我们说生死的增减，就是我见跟我爱，因为我见跟我爱啊，主要就是我见，就是无明，无明就是不知道无我，无明有很多种啊，讲得很广，但是最主要的根本是不知无我啊，不知善恶，不知业报。啊，不知缘起，不知什么，就非常多啊。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不知无我，不知无我。所以这个是生死的增减，我见。生死的增减是我见，啊，那么也叫做生死的根本，生死的根本，生死的根本。那你后有就是你后面你会有生死，啊，你这一生死了，后面还有啊，有生嘛，有生嘛，啊，所以就是后有。那么这个一般来说我见断我见跟断我爱，我们讲初果二果三果，刚才讲啊四果，因为他这里在讲学无学的嘛，就四果四双八倍，那最主要是四果。那四果里面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阿罗汉啊，我们就简单这样讲就好。那么出果断我见，断我见。那因为我见是生死的根本，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生死。那么后有就是有生死。那么断我见了，所以他没有断，他没有断后有爱，但是他生死根本断了。我见是生死根本，所以他决定会出生死。七次人天王法啊，断我见就是断生见。出果断三界嘛，身见戒禁取仪啊，但是最重要的是身见啊。那么所以生死根本断啊，但是他还没断生死啊。那恶果只有薄贪嗔痴一样，他一样是断三界，他重点就是薄贪嗔痴，他这个是断三界，他这个是薄三毒，这个出果是断三界，这个是薄三毒啊。那三果就把我爱断了，把欲贪跟嗔断掉了。最重要，它是断欲贪跟嗔，因为它这里薄贪嗔痴嘛。那么这个痴也是薄，痴是包括分别我见跟根本我见，所以这个是分别我见，断的是分别我见。那么它生死根本断，那这个是薄贪嗔痴，不，这个是欲贪跟嗔断，欲贪跟嗔，所以因为欲贪断了，它就不来欲见了。他没有欲界的生死的缘了嘛，啊，然后一样是断三，就是五下分解。那阿罗汉把无明断，把色贪无色贪也断。那另外我们说的调取慢啊，那最重要的就是啊，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我见身见啊，这个叫做身见，就是我见，我见里面的分别我见啊，就我们把它叫身见啊。那这个是根本我见，啊，所以。阿罗汉这个就是后有爱，后有已经后有就是他不再受后有啊，那他已经断掉了，但是他这一些是因为啊，他还会再受后有，是因为他过去的那些业力啊，那他还有一些，他还有根本无明还没断啊，所以无明跟色贪无色贪最重要是这样。那么这个是贪啊，欲贪他断掉了，他还有色贪无色贪。那因为还有色贪无色贪，就会升到色无色界，啊，色贪无色贪。好，那所以这里讲后有爱种有里面，从出果来讲，它后有爱种生死根本就断了，正出果它生啊正出果生死根本就断了，生死根本就断了，所以叫做后有爱种有里面。那么不管是血还是无血，啊，那么。这里啊，就都断了。好，那再来讲这个啊，我所啊，那先我们来讲爱这个爱。
那一般来讲，魔王有三女，可爱啊，那老大叫可爱，老二叫喜乐，老三叫喜见。基本上跟我们讲的四种爱啊，自体爱、境界爱、气是一样的啊。那么有时候自体爱后有爱又叫做可爱，后有爱又叫做可爱。那么喜乐喜见啊，比比喜乐爱啊，喜贪俱行爱啊。那么这个也是啊，也可以说是因为魔主要有四魔嘛啊，那四魔里面啊，主要是烦恼魔、死魔。那么有五蕴，有直取这个五蕴啊，你看哦啊，一样。佛法其实是都是讲的是一样的道理啊，我们有四种，最重要的啊，基本上是因为有这个身心染着这个身心啊，叫做五蕴魔，这五蕴身心呢、啊，其实就是五蕴身心，五蕴魔烦恼啊，烦恼由这个五蕴身心啊起直取这个五蕴身心。起种种的烦恼，这个就是以我见为主的，我见我爱，有这个无蕴身心，就有所谓的我见我爱，直取，我见我爱，有我见我爱，有我见我爱，就会起种种的烦恼，起种种的烦恼就会造种种的业，种种的业就会感召生死，就有死魔。啊，就有种种的苦。那么魔气是障道的意思，障道，魔气是障道的意思。那另外就是所谓的天子魔，天子魔一般是以又一天的贪花自在天为主。就是又一天里面第六天啊，他化自在天啊。那么我们讲欲界天有所谓的四王天、刀立天啊，那么焰魔天、多算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那他化自在天主，基本上我们叫做天子魔。那为什么天人会变成魔呢？啊，那主要是因为。那么他有所谓的这个眷属爱，那么他会觉得你是他的人，你在他的范围里面他会照顾你，但是你想要出他的范围，他就会为难你，他不让你出去，啊，那就会有这种情景啊，就是你是我的人，我当然照顾你，但是你要从我这里出去，我因为他有眷属爱，啊，这个是欲界天的。那有些是说他在就是色界天的这最高天，就色究竟天，那也有把这个叫做天子魔的啊。那主要是以这个贪花自在天，就是欲界天，就是不让你出欲界啊。所以当你想要出欲界的时候，出他的范围的时候啊，他会就是种种浏览啊，就是看你的弱点在哪里啊，你喜欢什么，他就尽量满足你。那你染着了，乐不思蜀了，你就不会再想要出离了，啊，就你要想离开这里，啊，他就会种种条件诱惑你，让你不能离开，离不开，啊，那就是障道，啊，障你解脱道，啊，主要是这样。那最重要的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啊，那么你直取五蕴身心，那么起种种的烦恼，造种种的生死之业，啊，有生就有死嘛，那这个都是在生的范围里面，这五蕴就生了嘛，那就有造种种的生死之业。那就不断受后缘，不断受后缘，啊，其实是这样子的。好，那这里啊，所以因为生死的真解就是我见，那有我见讲我爱啊，所以他把我见断了，他这个后有爱中就已经，我们叫做生死的根本断了啊。所以生死的真解是我见，解脱的关键就是无我啊，就没有我见了啊。那这里是从所谓的那。生死当然是我见即我爱，由我爱造种种的业。好，那讲到我所即灭根异处，好，就讲来再来讲这个，这个都是在讲啊修道的这一些在家出家众，啊，在家出家也有很多正果，出在家也有啊，在家很多正果。
那我们刚才要讲那个，就是这些慎重啊，那么他啊，比如说走从反到慎啊，那么慎重的话，因为这是慎嘛，那慎重的话一般比丘、比丘尼啊，但是就是用比丘为代表，比丘有三一。起事破恶不明，那这个是凡夫，从凡夫啊，他为什么是福田？然后从反到圣，那么到这个阿罗汉啊，这边是如果是阿罗汉，阿罗汉也有三一啊，是所谓应供无生杀解啊。这个起事啊，是起内起法啊，外起实啊，就是起。起就是起饮服、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啊，主要就是四事啊，饮食、衣服、卧具跟医药，这是平常要用的，啊，平常就有，啊，医药是生病的时候有，这个是每天要的，这个不是，这个是衣服没有的再去取啊，那这个卧具啊也是坏掉的啊，就是那个坐具。或是房子啊，那么再用，那这个是每天都要的，这个不是，这个是有一次之后，那么等到那个没有坏掉了啊，丢掉了才有，这个也是，那这个是有病的时候才用，没病就没不用啊。那重点是这里啊，所以又叫做起事，叫做起事。但是如果是阿罗汉的话，那就叫做应供，应受人天供养啊，这个不是，这个是要向外起的啊，这不一样啊，这是阿罗汉。阿罗汉有三一，比丘有三一。那阿罗汉的三一跟对照比丘的三一，其实就是一种修行的过程啊，就是你福报的功德的多少来分的啊，就起事啊，一开始是起事，后来就应供啊。为什么？他具足解脱，解脱之见，他后有爱种已经断了啊，他是学无学忍，他有功德，功德如大海啊。那破恶，他本来破恶就是要调伏烦恼。断除烦恼，要破除烦恼，恶就是烦恼，啊，一般来讲，《阿含经》里面讲，那么修行一开始就是离欲恶不善之法，一开始啊，离欲恶不善之法，啊，我们说过，佛法里面基本上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就是。你要，因为我们现在是人，六道里面只有人比较容易修行，啊，那么修行的作用比较大，其他的就不容易，到天上不容易修行，福报大不容易修行，在三恶道烦恼重，受苦多，那么也不太能够修行，那么只有人啊，那么既有善有恶，他又有苦乐参半，啊，那么他跟天人比较起来，又犯恨甚。意念圣、勇猛圣，啊，人有三，人跟天比较起来，三恶道是没办法的。但是人跟天比较起来，天比人福报大，寿命长，啊，环境好，天的环境好，寿命长，福报大，啊，也比较少烦恼。天是比较少烦恼，因为他比较不容易起恶心嘛。但是这样照理讲，应该比较好修行啊？没有，福报大，不容易修行。那个环境不是修行好环境啊，所以人他有人有三种殊胜啊，意念胜、犯恨胜、勇猛胜，就是他比较会精进，因为有苦他比较会精进，他比较会想修行啊，就是他跟天人比较起来啊，他对于所修学的佛法比较能记得，这个是智慧的部分。那他比较能够调伏自，就是能够会克制啊，修忍辱啦，修怎么样啦，啊，那比较会精进，啊，那比较会向解脱。那天人太殊胜了，没有苦，他基本上不容易修。所以你看正出果的基本上啊，那么在欲界天，因为欲界天是享受五欲的，所以他不容易解脱啊，同等多到人间来才容易解脱。那佛法里面来说，就是第一个。他有三个次第，第一个就是先确保你得人生，只在人天中，不堕三恶道。所以
他第一个一定要是不堕三恶道。你现在在忍嘛，但是如果你忍没有做好，你会堕三恶道啊。所以他重点在不堕三恶道，这个是你修行第一个要先确保的，要不堕三恶道。你看，你看这个无量寿经，他第一个也是第一愿是，我这里没有三恶道；第二愿是从我这里离开，不会堕三恶道。这个其实是佛法修学佛法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前提，先让你不堕三恶道。那不堕三恶道，你要不造三恶道的业，你才不堕三恶道。你如果造了三恶道的业，千佛加持，你也会堕三恶道。就是你要不造三恶道的业，你才可能不堕三恶道。所以你要怎么不堕三恶道的业？就是持戒，在家有在家戒，主要是杀盗淫妄的戒。你不造杀盗淫妄，你不造杀盗淫妄，那么你就不容易堕三恶道。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那你要怎么样不造三恶道的业？我烦恼起来了，我不造我受不了，所以你要先控制烦恼。所以控制烦恼就是什么？就是戒。那你怎么知道要控制烦恼？所以你要学习佛法，要多闻熏习，你才知道哦，这个要控制的，这个要远离的啊。你不然你不知道啊。就像小孩子不知道这个东西不能吃，他这个是农药，他一打开就喝进去了，没老师这个没有跟他讲这个地方这个东西不能喝，他看到水他就跳进去了，不知道那个水很深，那个有漩涡，一下子就被卷走了啊，所以他不知道危险。所以要怎么样知道危险？大人要跟他讲，他要学习。那很多凡夫不知道危险啊，不知道这样做会堕三恶道，所以他要经过透过学习，所以要多闻熏习，那么了解你怎么样，就像我们要学习很多知识，什么东西是能吃的，什么东西是不能吃的啊？你去看那个，你去看采那个菇，哇，这种菇是能吃的，这种菇是不能吃的。能吃的你吃了有营养，不能吃的你吃了就怎么样啊？小则生病，大则就丧命啊，就变成这样。所以你要先学会辨别。所以佛法叫做你学习佛法要建立四种正见，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知有善有恶。那你要知道这样的善会引起哪些影响，叫做善有业有报，它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个有什么影响，吃了会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影响，这个有什么毒，身体会对我们有什么伤害，这个你都要知道。好，那你的行为，你的行为也是这样。那么这个你没有透过学习佛法，有时候你不知道啊，有时候你不知道。那如果你没有，你说那我一定要学习佛法，其他宗教也可以啊，是。但有些宗教就是不究竟不彻底，比如说啊，你信道教啊，那有些人如果跟你讲啊，当然要看了、啊，看是怎么样的传播了啊。那他告诉你啊，你杀，比如说我们一般民间的，你杀猪杀羊啊，婆罗门也是一样，印度也有杀猪杀羊，那么杀牛，那么去祭祀神，你会得福报。那你不知道了，你就信了，信了你有钱，没钱的时候你杀一头羊，有钱的时候你杀一百头牛，为什么？奉献嘛，借由更大的奉献，想要得到更大的福报。结果你不晓得业报的理论，你本来杀小，杀少，你业报少，你杀多，奉献越多，那么杀的越多牛，你的杀业越重。有没有福报？没有，天人也不吃牛啊，你真的把这些牛杀了，把羊杀了，天人吃吗？没有，天人还要需要吃你的牛羊，他吃的比你好。所以第一个，你也不能借由这样供养天神得福报，又自己造下了杀牛杀羊的恶报，这个就是什么？不知善恶，不知业报，不知道啊。所以其他的宗教也不是说没有讲，但是有的讲的不彻底，不完全。比如说啊，有些宗教啊，你去伤害这个异教徒啊，让大家信你的宗教，如果不信啊，你就让他不能生存啊，那么这样是有福报的啊。好像比如说你要净化这个社会啊，或净化这个人类，那你就伤害其他的众生，你觉得这样你有功德，其实不对啊。所以你不了解善恶，不了解善恶，你就很容易造业。那从佛法来讲，我们现在稍微讲佛法来讲，它最重要的就是你不堕三恶道。那不堕三恶道，
你在这个人的基础上，你才有办法修行。你这一生修行，因为很少是一生就能够成就的了。如果解脱到的话，从你学习佛法到你成就，最厉害最厉害要三生啊，部派讲的啦，最厉害最厉害要经过三生总熟脱啊，那么这个是最厉害的。那多数人都是经过好几生的，好几生才得解脱的啊。那所以就算最厉害也要三生啊，所以你要保证你下辈子还是人，你才可以相续嘛啊。那你这一生是人，那你因为你不知道善恶业，你就造了三恶道，也堕三恶道了。三恶道再上来，都不知道经过几尊佛了，啊，都已经不知道经过几尊佛了啊，所以就很难啊。所以你第一个就是要你不堕三恶道，啊，那你在天上还好，天上不会造恶业嘛，虽然也不太修行啊，但是他也不太造恶业嘛。那么一平他过去修行了，在人间来他又会相续，啊，那么第一个是不堕三恶道，第二个。那么再进一步，因为你在人嘛，你不要往下堕，那你到这个平衡上往上走，啊，那么就是什么出欲界，要离欲界的烦恼，要离欲界的烦恼，这个是要离三恶道，不堕三恶道，所以你一定要离三恶道的烦恼，叫做离欲离恶不善，这个叫离欲啊，所以这个是要离恶离恶法，基本上就是三恶道的业，你要不造三恶道的业。不造三恶道的，要有没有三恶道的烦恼，没有三恶道的烦恼，你要有什么？有智慧，所以你要能够控制烦恼，你要能够控制烦恼，所以这个是戒，戒，不管在家出家五戒八戒，一定有戒杀盗淫妄，一定有。那这个就是不堕三恶道的主要方法，啊，戒杀盗淫，所以戒是什么？控制烦恼，你不要超出这个范围，你可以起烦恼，但不要超出这个范围。基本上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控制烦恼，控制烦恼。那么再来就是，我们在欲界一定有五欲的需求，你还要控制你对五欲的需求，要淡薄，你要淡薄。所以恶果的薄贪嗔痴啊，你要淡薄，淡薄之后你要想办法超越，不只取五欲啊，所以叫你三念一波啊，其实是这样，但你不只取世间的五欲。叫你八关斋戒，在家人八关斋戒，啊，出家人就什么呀？啊，具足戒三念一波，啊，做起事，啊，基本上要一剃足头发，啊，你身体上所以你外在可以染浊的都没有了，啊，然后再进一步观察，你不只在不只取这个念身，啊，就是你吃的也不染浊，住的也不染浊，啊，用的也不染浊，你都不染浊这些，啊，那么它基本上就让你。让你至少你现在是人，你人没有出欲界，但是你的心出欲界，你就是你这个没有烦恼，就是你对欲界的烦恼淡薄啊，就是你要离欲界的烦恼，离欲界的烦恼，要离欲界的烦恼。那么离欲界的烦恼必须要怎么样？要有定啊，所以色界，所以叫做咽下心上，你要你人还是欲界的人哦。但是你的心不染着这个欲界，啊，那所以叫禅悦为始嘛。好，那这个就是你第一个确定你不堕恶道，第二个你可以向上，这个就是向善的，啊，而不是向恶的，这个就是向上。现在是欲界，我们在往上提升自己，提升自己，让自己虽然在欲界，但不染着欲界。这个先提升啊，不是叫你升到色无色界上哦，不是，色无色界是升天就更难修行了，因为他那边没有的修行啊，除非你已经证三果啊，那你到五不还边，你也会决定会解脱啊，但是没有的话，基本上就是在人间修行啊，所以他要让你的先出这个欲界，人还没有出欲界，因为我们现在是人在修行的嘛，人在修行第一步，让你未来不堕三恶道。就是你现在不造三恶道的业，第二个让你的心不执取这个欲界，不会染着这个欲界，那么你养成习惯了，下辈子再来你还是一样淡泊名利啊，那淡泊这个五欲啊，只要还是这样。那第三个，这个就是往上，第三个就是什么？出三界就解脱了啊，基本上是这样。不但是心出三界，人也出三界。那这个就是什么向解脱啊？一般我们讲向上，向上，
像什么？像解脱啊，就佛法里面常常讲的佛法的三个趋向。那这个就是戒，戒可以让你不堕三恶道，定可以让你出欲界，心不染着世间的五欲，一切的世界就是没有境界爱啊啊。那么再来就是出三界，像解脱啊，就是你不染着三界，连色贪如色贪都断了，我所爱都断了。好，那这个是最重要的啊。那我们来讲这个我所即灭根一处。好，这个是爱，这个应该是戒。啊，这个还没讲，比丘这个还没讲，还没讲。比丘有三义，就是从凡到圣。比丘起誓，啊，这个是应供。这个是杀贼。这个是无声。好，这个是阿罗汉的三义。阿罗汉这个名词里面包含三种意思，比丘这个名词里面包含三种意思。这个是比丘，这个是阿罗汉。好，那我们来看，先来看这个，稍微看一下啊。那你稍微知道啊，这个你看，这个是祈求饮食衣服卧具医药的。这个是应受人天供养，这个求当然只有跟人求而已啦，你不能跟天求，但是这个是人跟天自然会来供养你，那这个是你要去托钵乞食的，那破厄就是你，这个是你的生活方式，这个是你的修行，修行的这样的一个趋向，就是你要破厄。破厄是什么？二就是烦恼，你就是要破烦恼。那这个烦恼，我们说过，烦恼的四个次第就是什么？你第一个，你要怎么破烦恼？第一个，你一定要先觉察烦恼，你一定要觉察烦恼。觉察烦恼之后，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烦恼，那你有什么烦恼？你一定要先有觉察烦恼。然后之后你要控制烦恼，就是戒，戒就是能够控制烦恼，那能够调伏烦恼，调伏烦恼就是定，能够调伏烦恼，然后再来就是什么？能够断除烦恼，能够断除烦恼，那把烦恼断尽了，把烦恼断除烦恼尽了，就尽了，那个就阿罗汉，断除烦恼就尽，那烦恼叫做贼，断除烦恼就尽，就是阿罗汉。那烦恼就是贼，那这个恶是从烦恼造的果报，烦恼本身是恶的，那恶会受什么？恶报，恶业恶报，那恶心恶业恶报，有恶心就是烦恼，就是烦恼，就是不好的，不是善的嘛，我们叫向善，那么有恶心就会造恶业。有恶业是会受苦，叫做恶报。三恶道就是一种恶报。那所以你要破恶，其实就是破烦恼。那破烦恼一定要先觉察觉知，我有什么烦恼，那我在什么时候会起什么烦恼，然后你再来控制它，持戒，我会起烦恼，我不能让它不起。但是我把它控制在哪一个范围里面？我不能让我自己不生气，但我控制我生气起来不打人，不骂人，那这样，那再进来就是调伏烦恼，就是定，把它扶住了，让它不起。我不能断除它，但是我让它没有作用，或是它作用不大，扶住了，那么所以修定的人，他不起欲的烦恼。对世间的无欲不染着，但是他并没有断除，他扶住而已。改天他现在有定，他不染着，等到他定失去了，他可能就染着了。或是他下辈子再来做人的时候，没有定了，他就染着了。现在有定不染着，但是他就是先扶住，久了久了，那个烦恼的力道就弱。你在扶住烦恼的当下，这烦恼是没有作用的。他还在，但他没有作用。
就好像你把这个人绑在那里了，那个贼在，但是他没有作用，他伤害不了你，他没办法伤害你，啊，那这个最后把贼杀死了，断除烦恼，啊，没有贼了。那阿罗汉就是把所有的烦恼，他不是杀一个贼，烦恼有很多啊，但非常多的烦恼，他把所有的烦恼都断尽。那么不管再多，他就是从哪里出来的？从我界出来的。贼再怎么多，有一个贼王。这个贼王不见了，那些贼就都不见了，啊，那些贼都不见了，啊，所以这个贼王就是什么？我见，啊，我见，啊，那么再讲的话就是我见我爱，啊，明显的，啊，啊，你所以阿罗汉把根本我见都断掉了，啊，啊，当然就没有我爱了，啊，我所净灭根一除，等一下再讲这个，先讲这个啊。应供杀者孤身，啊，那不魔，啊，我们刚才有讲魔主要是五蕴魔，有五蕴身心，染着五蕴身心，我见我所见，我爱我所爱，那么因这样而造业，那么就会招感生死，五蕴魔、烦恼魔、死魔，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啊，那你把这一些，因为你有烦恼，你就会有生死。你只取无蕴身心，你就会有烦恼，就会我爱的烦恼，我见就有我爱嘛，啊，我见我爱就种种的烦恼，啊，那么它基本上就会有生死，就会生死不断的，啊，就我们刚才讲的，我见所缚，啊，这愚痴无闻凡夫，我见所我爱，这个我就是无明所缚，啊，爱解所系，长夜轮回生死，不知苦集，啊，不知没有办法知道啊，这个生死的边在哪里？好，那么所以他一开始只是不魔，因为他发心要出离啊。那这个不魔啊，那么主要就是因为他要超越生死。那一般的说法是，我们在刚才讲到天子嘛，啊，天子一般佛法里面常常会讲啊，就是不魔做的就是天子啊，就是天子魔，天子魔有一个。如果你在他的范围里面，他会照顾你，啊，但是你想要出他的范围，他就会为难你，不让你出去，想尽办法不让你出去，啊，所以当他知道有一个人想出他的范围的时候，他就会想办法为难他，他会感到不自在，我们叫做不了，他会动，啊，所以有一个人发菩提心，有一个人发出离心，魔宫会震动，啊，讲的就是这种。那其实魔宫震动又讲就是我们的生死的根本会动了，啊，不然它就不动了，它就一直都是这样生死了。你知道这个境界讲，但是它开始动了，就表示你可能会出生死了，啊，那他这里讲的不魔不天子，他到最后他已经无生了，后有爱种断了，所以他就不会生，他就不会死，没有生死了，就是降魔伏魔掉了，啊，所以他基本上。没有五阴魔，后有爱就没有五阴魔了，没有五阴的，啊，你不会再受后有，没有五阴，不受后有，当然就没有什么，没有烦恼，啊，烦恼断尽了，烦恼断尽了，没有烦恼，啊，那也不再有生死了，不再有生死，那你也断了我见，对我无蕴的执取没有了，不会再因五蕴而起烦恼了，不会因烦恼而造后有生死的业了，啊，那么你决定会出什么？出三界。不管是欲界天的，不管是色界天的，都没有办法为难你，啊，这个所有的天子魔，啊，那么都没有办法为难你，因为你超越他们了，你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里面。那主要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比丘三义跟阿罗汉的三义。好，那现在讲到我所，啊，我所寂灭，那这个我所啊，一般就解释叫做我所。那么我们引一下经典。好，我们先看大智度论的。智论卷31。他说啊，他在讲一切法空的时候啊，在经文里面讲到，他说我是一切诸烦恼根本，先着五众为我，五众就是五蕴啊，鸠摩罗什多翻五众。玄奘就翻五蕴，
鸠摩罗什之前的就翻五音。五重五韵五音其实都一样就翻法不一样，罗什的基本上都翻五重，玄奘的翻五韵那其他的有些翻五音的就是之前的比如说这个《阿含经》里面有一些早期就翻五音那就不一样其他的也有翻五音，也蛮多翻五音的，就早期的罗什之前的罗什之前的有些翻五音。好，那么先着五重，就是执起这个五蕴身心为我我们说染着现在的五蕴身心跟渴求未来永续的生命这个所谓的是这个我爱那我们叫自体爱。那么先着五重为我，一般讲我所那有两种说法就是先着五重为我，然后着外物为我所这个所谓的我所就身外的身心为我，只是这个五蕴身心色受想行识为我，那身心之外的就是我所比如说身心之外这个是我的书这个是我的家，这个是我的爸爸，这个是我的车我的什么的什么这是一种外物为我所。那一般把这个不执取五蕴身心叫做我空，不执取五蕴身心之外我所有的这个叫做法空也有这么说的就我空我空。好，那这个是一种我所即灭，就是我所我们把这个讲完就是我所会灭。那另外一个是所谓的我所，如果你以色为我，就是受想行识就是我所基本上另外有一个我所，我们把这个讲完就好就是我所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这个身心是我，身心之外的是我所，一种是比如说五蕴里面有色受想行识，有色受想行识。好，如果你以色为我，受想行识就是我所；以受为我，色想行识就是我所。一样，你以事为我，色受想行就是我所。那么这个是另外一种所谓的我所。好，那他这里说我所即灭，就是我所，我见我所见，我爱我所爱。那么都灭了那么这样的生死根本也没有了那基本上也是一样，就是我见我爱灭了。他在讲学跟无学人的庄严功德庄严，那么主要是因为他后有爱种永已尽，我所即灭根已除，生死的根本断了不受后有了。好，那因为时间到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大家合掌合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